一个大舌头的打电话，因为废话真多，打电话去讲，电信公司哦，靠背。林伯电话费一个月那6000几块，那个小姐讲，你咧靠以后你讲话这慢，当然电话钱会较济啊，伊是靠白哦，哎，安听好无？所以大姐的电话费会较贵啦，你知道？所以讲话较紧啦，了解吼 ？OK， 来。